那马上我们来欣赏一段这个三部片的花絮，就是包括了黄伟晟导演的剧场对话，以及以不急不离角逐新锐影的廖克华导演作品，同时还有短片温俊逸导演的层层折起的寂寞。来，请看影片。日常对话，你刚刚在睡觉，我叫他你在什么叫拜我？大官的女人要拜你啊，你让我们要拜啊。层层折起的寂寞，来我看看，对，很好，呼声对声，对，九重鹤吸引昆虫，很好，赤龙草捉昆虫，我都来等你了，他们在一起。不急不离，thank you.
好，再次掌声恭喜入围的作品，本届就是我们世界柏林展的作品哦。